这是马政府首次提复议，毕竟喝花酒竟然没罪，舆论压力呢让高层不得不急转弯。府院党高层呢昨天是一早拍板，由行政院来提出复议。立法院长王金平已经召开了朝野党团，在下周一要协商讨论复议案。而至于大学教授想靠会计法修正案解套，恐怕还有得等了。根据了解，国民党将在立法院下会期九月开议后再修法。修法的原则呢是要区分公款公用，还有公款私用，不仅教授，就连明代都应该要厘清。